我是金阳。这个两个王啊，必须得每天出去一圈，出去之前就得带脖圈带绳子给咱拉着啊，这样一会儿呢走到外边之后，我还尝试，我这是一个手一个狗，让他尝试跟我一块走啊，必须得让他练成这样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只要是他俩想同时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得是两个人拉着他，哎，啥时候练成一个胳膊一条狗，这样拉着他出去了，哎，不费事儿。你要干啥，济狗王？走走，你看他的样。老粗随行随的特别棒啊！你看狗王，狗王长大了都拉不住，狗王是这老暴冲狗王。你跑那么快，狗王跑得快。你看溜着溜着就成啥了，就成你不在中间了。狗王不按套路出牌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跑起来之后，他比我们跑的都快，但是他要找事的时候，回头就打。嗯，这也是让他俩习惯于牵引绳儿。那绳子一会儿就脏了，哎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。你看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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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绳子给它摘下来，摘下来，摘下来。你得绕开它，老粗这成拖拉机了，老粗。你快跑快跑，别让他连上，快点快点，这个方法特别好，快走快走，撵他去撵他去，别找我，这方法特别好。主要是现在能控制住这个狗王，是吧？一会儿试试。快跑快跑啊，快跑，每天他俩都得去锻炼，无论是在院里锻炼也好，或者是说给他拉出来这土地让他跑一跑锻炼锻炼也好。老粗快点来，快来快来快点，哎，以后他俩就这样好，走，一会儿非把你俩溜累不行啊，让你俩天天干架，这回非得给你俩溜累，溜累了就不打了啊。嗯，又累了，我也拉不动了。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接着撵他，撵，走。不等他，不等他，不等他，快跑，快跑！反正他走到我这得降点速。哎，走吧。现在小狗啊。累了，那眼神就单盯着这个谁呢，这个大老粗呢，啊，他也知道为啥让我们大老粗是自由的奔翔啊，我们还得带个绳套，这没有办法，这个谁，这小狗王他爱找事儿，你就反正就得控制住他，那条狗就没事了，如果撒开的话一会儿还得打起来，是吧？你想着找大事吗？你咋不吃舌头呢？你咋不吃舌头呢？刚在这坐多大会儿，休息多大一会儿啊？就这样，你看，他们两个非得要咬一架，啊，反正是每天出来之后，你锻炼完干嘛去，他就得
显示显示自己，就得摇两声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这，哼，叫嚣叫嚣啊！他俩是真的，你就是拉也不是，不拉也不是，这就证明啥呀？这就证明他俩还是不累得慌。如果要是累得慌，他俩就没有这事儿了。啊，你这平常的时候不在一块儿，也得每天隔着笼子干嘛的，也得叫叫两声。哼，这就是啥？亲兄弟。啊，你想我，我也想你，就得有点动静。就是不在一块儿，你咬我咬你，也得隔空喊话啊，也得叫嚣一番。我们发动机那个声音也得出来。走了，他谁都不服，你看那劲儿。走了，走吧，走。那我摸他。走吧，走。走，还是你先走。我先走啊，走。你我先走吧，走。